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T，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因为阳光很好，然后我等一下要出门，而且我刚从英国回来，买了一些小东西，主要呢是想要试用呢我在Body Shop 买的新的粉底液，然后这个粉底液在国外的评论好像还不错，它是主打雾面妆感，然后会有一点点 tint 光泽感的粉底液，那我就想要试试看，而且它是100%就是 vegan， 然后也不会在动物上面做实验，24小时的妆效，然后它还可以控制你的抗油光，那我们就试试看吧。我一脸用海绵，一脸用刷子，然后我现在出门，要出门有点赶，然后我先用我的防晒。因为今天是想要试用这个粉底液，所以呢，其他的一些新的 primer 什么的我就不会用，就等下一次好了，因为这样我才可以看得出妆效怎么样。阳光超棒，那我现在就用这个粉底液，然后我用的颜色是12，那它的选色呢其实还蛮难选的，所以我也不确定我选的对不对，它是这样子。还蛮水的，身上半边，它闻起来有一种竹子的味道。我这边用海绵，好，海绵我也是我用 Eco Tools 的，然后因为我很喜欢他们家的刷子，看哦，它收在脸上，它很好推开，但是好像干得很快，所以要快一点。遮瑕力上个两层，中间的地方要压多一点。遮的怎么样？它的妆是雾面的，我很少用雾面的妆。修饰看得出来吗？这鼻翼这边遮瑕度蛮高的，黑眼圈可以遮个3层吧，因为我的黑眼圈真的很严重，没有睡好，觉得好可怕，这应该是过敏了。那我这边用刷子上。刷子就用 Eco Tools 的这个，我忘记这是什么了，因为拆包装，应该没用。那个妆马上就雾面，感觉都不用上定妆粉，完全不黏。然后这边是用刷子上，好像会有淡淡光泽。其实我觉得好像用两个哪一个上都可以耶，也遮得不错。瞬间当下的妆感我还蛮喜欢，而且它不会就是起屑屑啊，跟就是你的妆前的产品打架。我应该要上就是遮瑕，对不对？那我来上一下遮瑕，还有就是我先把底妆完成的时候拍一次，然后我再上完再画一次。妆的话就只定我的黑眼圈这边，就是本
的地方我就不定了。看妆效怎么样。遮瑕膏的样子，我还蛮喜欢的，因为我觉得它虽然是雾面的，可是它的光泽感超棒的。那我们就看完妆之后的样子吧。哦，我化完妆了，然后我在化妆的时候发现一件蛮严重的事，就是看这边其实有一点小起皮。皮肤状况不是很好，所以其实在这个情况下拍也不是一个最好的理想状态。那不过没关系，你就可以看这个产品到底怎么样。我就先这样好了。那这个嘴唇的颜色，我今天可能会擦这个。我现在是擦了 Bobbi Brown 的这个41号，然后可是因为我今天嘴唇非常干，所以我可能会擦的不知道都干到就是流血。擦一下这个。那现在时间，让我来看一下。现在时间呢是10:44。那看这个妆感怎么样好了。今天就是化了一个超淡的妆，然后我今天看可不可以测到就是晚上10点，因为我现在还有时差，希望可以测到12个小时。好，希望先可以测到8到10个小时，再看看。那我今天用了2个化妆工具，我觉得超棒，这个好好用哦， Eco Tools 的，就是不亚于那个 Beauty Blender， 然后它是这个一组的。你看它洗完变超大，它本来大概才在这样子。好，那就先这样啦，待会见。那如果我不带相机的话，我应该会用手机拍，那就请见谅那个话术的部分。嗨 ，sorry， 就是我出去的时候没有拍，今天没有拍 video， 然后来看一下我的妆好了。现在时间呢是晚上的9:40，还要看一下我的妆。其实我觉得 overall 还不错。我这边下午的时候就是过敏了这边，应该不是因为它的关系，是因为我就是皮肤状态的关系，然后他这边下午的时候会有的感觉，然后看一下，我自己都还没仔细看欸，额头的这个起皮其实还蛮严重的，看我妆都掉，眉毛尾巴都掉。下午现在已经过了大概真的是12个小时欸，然后我觉得他持妆力真的蛮好的，不过是因为今天台北的天气也蛮干燥的，就是没有下雨啊，不湿也不闷。然后我觉得 overall 它表现还蛮不错的，这个毛孔呢也不错，我这边会有点小咖粉，鼻翼这边我完全没有补妆。对，然后而且我今天就是去吃火锅，然后它还可以就是维持的就这么好，我觉得这罐效果还不错，可以媲美，我觉得可以微媲美我的雅诗兰黛 Double Wear， 然后还蛮喜欢的。那我会继续用个几次看看效果怎么样，如果喜欢的话它就会在我的爱用品里面。对，那很抱歉中间没有 update， 但是我完全是没有补妆，我基本上就是不补妆的人，我觉得它效果还不错，而且它的售价呢
也很平价，我会把它的内容放在底下讯息栏，还有我皮肤的部分。我皮肤的状况是干肌，然后最近就是有一点换季，有点，其实做试用的话不是很合理想的状态，不过我觉得也可以分享一下。那我们就这样咯，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影片，那如果还想要看我试用什么的话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。那拜拜。